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忠心朋友，永不改变。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我，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，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现在最终是主来寻找我，那是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。耶稣用慈爱大能帮背负住我，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。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，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。主爱我何等大哉，每一日救主只是我心的应许，是我愈发领会他慈爱真言。当我不明白他为何来拯救我，直到那日见到他赐福容颜，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，无朋友像主这样